Hello， 各位球迷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现在呢，我正在液压的 NFT 市场这边逛逛。好，因为之后会出这个世界的跨服战场。那跨服战场的话呢，有等级限制，好，必须要这个伺服器前400名，好才可以进去。好，那我目前是1400多名，还不能进去啊。好，所以来这边看看看有没有一些比较便宜的，或许可以考虑把它买下来。好，那目前的话呢，这个 NFT 市场的交易总额已经来到了296万美元，哦，很多啊，快台币1亿啊。好，哦，那这个24小时的这个交易量的话，来到了21万美元，哦，相当于台币600多万。那地板价是65块亚币啊，哈，48块美元。然后 NFT 目前在卖的有480个，好，哦，那手续费的话是10%。好，那因为我在 East101 啊，所以基本上来讲，我看账号也就是看 East101 比较多，哦。我本来是想要看 Rook，哦，但 Rook 我不知道为什么释出的量很少很少，像七七尼根都是很早以前卖，这个价格其实有点偏高，哦，因为这个是两个月前卖的价格吧，到现在还摆着。然后稀土的话呢，也是一样，也摆一段时间还没有卖出去。然后这个是最近的，哦，UG， 但是它的账号比我还要差哈，卖到170块亚币。好，我们也可以看下面比较直观，就是美元哈，125块美元。好，那因为 Rook 没有什么释出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Bishop 哈。但是 Bishop 的话呢，没办法跟就是目前我是不是的朋友一起玩哈，所以基本上也就看看而已，看看有什么不错的账号，但是不会买哈，因为就没有办法遇到认识的人啊，好，所以就不会买。我看一下，香蒜面包350，后面关月，哎，关月卖了呢，关月卖了呢，他卖8500哎，哦，那价格是6272美元，很便宜呢，这样子还不到台币20万吧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角色哦，他这个如果是三转的话，好像是显示紫色的，哦，那如果是二转，哦，就是蓝色的。我看一下他的角色好了，蛮好奇的。好，那看的人很多，哦，有8605位，然后有4位交易追啊，有可能在观望吧，或者是在筹钱。哇，天哪，关月要卖。那角色要看他详细资讯的话呢，要点这边，哦，这边的话有一个 NFT details， 我们可以点进去之后呢，他就要看他详细资讯了。哦，他等级55嘛，这个攻击261，防御389，哦，看这边，好，看这边比较清楚。好的，好，哦，这个是他的披风。那因为他写英文的，哦，所以我就不念了，哦，我英文念起来也不是特别的标准，哦，但他身上有很多纸装了，哦，就是头、武器，还有手套，这个裤子跟鞋子。这个应该都是未绑定的吧，绑定的话还会写，你看现在写棒的，所以它这些未绑定的纸装，这样子你买回来拆卖或许都会划算耶，它一件纸装至少要五万钻吧，你看1、2、3、4、5，因为5件5万5到6万钻的纸装，这个就台币5万了耶。然后还有这些不错的蓝装，虽然这个是绑定的啦，但是光这个就可以扣5万了，所以它账号假设20万就剩15万呢，只要15万就可以买到这么优质的账号了。再看这个饰品，好，饰品的话，这是绑定的，这个是未绑定的，这是未绑定的。你看，各扣1万、7万，所以账号剩13万。这是绑定的，天哪，这个是不是大家没有看到它的价值？这个账号很划算呢，加7。然后是加5，哎，我这个比他还高，我这个加7，这个之前他有点有开直播点，还是拍影片加8，这个很难点，我都点到加4都点不上去了。这个绑定，这个本来绑定的加5加3，哇，加8加8双加8，这个超花钱的，哇，这个液压装备要从加8超花钱的，我好不容易才点到一个加7而已。好，那下面的话呢，有它的这个卡池啊。好，那三维的话呢，就是攻击261，然后攻击速度181嘛，这个不是三维，啊，这个是防御379。那这个，不对，这个是 ACC 跟 Defense， 这个什么差？
攻击，这攻击速度 ACC 一般讲的是什么 ACC 跟 DEF 它这个是防御吧，这个应该命中好389。好，那它有两把金武，那金武的启用值也很高啊。好，记得之前我们工会的那个雪乃啊，他在抽金武的时候花了上百万钻。好，所以如果说以100万钻来讲，就差不多台币20万，所以光金武就很划算哦。那这个是它的坐骑，重复的有两只金色坐骑。好，那目前卡池有三只金色坐骑哦，基本上来讲紫色的都是满的，紫色都是满的，那有些还没有显示完。然后看一下飞行器，飞行器的话是这个哦，这个也是棒的啦，这个是棒的飞行器，这个是加防御的。好，那下面的话呢，还有它的技能，有紫技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一颗头在叫 Grandio， 这个不知道怎么中文要怎么翻呢？不止哎，一个紫技，两个、三个、三个紫技哎，然后这个应该都毫无悬念都冲最好的吧？对啊，应该都是冲最好的。这个是收集怪物，收集273个，总共收集431个了。哦，那完成度是 38.24%。金币花好3500万，战功29万。然后这个是联盟币，工会铸币245000，这个是贡献铸币7375。好，下面是它的道具哦，它的道具的话，哇，冰冻之类好多，13颗，这个是源泉，智慧源泉，这个是绑定的，哎，为什么都是绑？为什么会绑定的都要放两个啊？好，这个还有紫装哦，哎，这个也是未绑定的紫装哎，这个嘞，对啊，这个好多未绑定的紫装哦，天啊，哎，怎么没有人买回去？这个账号超划算的嘞，哇，这里还有一大堆蓝装，而且感觉蛮多都是未绑定的，而且都二阶了，哎，这个叶啊都不是，这一阶只是，这也是一阶的。哇，天哪，天哪，这个账号价值很高呢，我搞不懂哎，8500压币怎么没有人买？这个成长值是191628，我觉得我应该要叫我的朋友来买，这个真的太划算了，太划算了，真的太划算了啦！他身上那么多紫装，然后有很多都会绑定的，然后成长值又那么高，这个真的不买太可惜了啊。对啊，好了，各位朋友，如果你们看到的话呢，我觉得你们也可以考虑看看啦，因为我朋友也不一定会买啊，老实讲，就是每个人喜欢玩的类型不一样嘛，我朋友比较多都是玩那种三群类的哦，横幅式的，所以这个可能叫他们来玩，他们可能不习惯吧。好，但是以我的角度来看呢，这个账号真的是有价值的啊 ，CP 值非常高的。我们再来市场上看一下其他的好了，其他的我看一下其他服的有没有像关月性价比这么高。我们来看那个用我找一个价格附近的好了。哎 ，Night 没人卖，天哪，这边都没有价格附近的哦。你要找一个8500压币来比就知道了，这个是 East 103的冷冻，好，这个还没有转值啊，光转值的话就要花2-3万台币了，好，所以其实这个基本上来讲也是可以看的哈，我们看一下好了，冷冻三尾就差很多了，这个先不看好了，好，但是当然也有可能它是不是很多人在玩，那很多人在玩的情况下，它的账号的价值就会比较高了。看一下没有一样三转的，怎么没有什么三转的账号释出啊？
是不是要再细比较多啊？这边的话比较没有那么多敢花的大科长，看一下哦，到 SA。真的欸，就是我看我还是不要选，不要一个选好了，我全。等一下，我要怎么样全选啊？哦，我要怎么样全部都清空？好，这样点掉好了，点掉的话应该就全部都清空了。点点点点点点点。哇，我点错了。欸，他好像不会把紫色排最前面的。啊，我应该调一下那个 on sale 嘛，然后按照价格来排。哦，这样子才对啦。好，这样才对。哦，超美关系在这边嘛，8500，然后这个是也是三转的，这个是卖8000，啊，价格差不多。哦，我讲下面美元好了，5900美元，这个是6200美元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是 mi， 好，日文的 mini。来，这个三维也是管乐比较好。好，你看它都蓝装，这个我不看了，这个我不看了。这个明显还是管乐的性价比比较高。那看这个好了，好，它的价格是管乐的好几倍，是四倍左右嘛，四倍。看它的装备。好，我这样看过去，我觉得他的这个，不过这个到加9哎，还是他有红旗啊？看一下啊，有啦，有红旗，有红色坐骑，哇，卡池更深啊，所以他卖30000是有他的道理的，有他的道理的。啊，虽然说纸装没有那么多啊，但是他卡池真的是深的可怕。你看他光这个，然后哇，他成长值超高的，236181。好吧，那他目前也是在架上嘛，所以到底我就搞不懂到底怎么样价格才是合理的。但是我自己在看，我是觉得很划算，因为自己去培养的话，那个价格远超于这个价值，好远那个价格了，远超于目前他卖的这个价格了。对啊，搞不懂。好吧，我们还先观望，看一下这个 Doctor DIA 好了哈，这个是卖240万台币左右。成长值是多少？22万，比刚刚的还要低，但是它是应该是双红啦，双红，好吧，这个红就要花很多钱才可以拿到了。好像小工作的话，它有贴它的那个细的的数量，它细的数量有五六十万的样子吧，五六十万的话，差不多你要花1600万台币才会有，所以小工作也是双红，所以这个账号的话，应该也是投了差不多金额的钱呐，所以他卖200多万，可能也是他自己评估的，好吧，就是大概是这样子，简单的分享，各位朋友如果有空的话，可以来这边逛逛啦，或许可以挖到一些宝，反正我就是。目前本来是想要找那个入口的，但是真的找不太到，好，试出的量太少了。又有新的嘞，这个75块美元，可是这个等级比我还低啊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应该是没有要卖的哦，已经没有价格了。好吧，持续观望了，各位朋友，祝福你们玩游戏玩得开心啊，拜拜。